喂，時時短打喺度撞到你喎，有咩新聞啊？博士嚟到布吉有啲咩同佢分享啲故事啊？你講係布吉定係香港先？我哋都聽你嘅，我哋係你嘅 fans 嚟噶嘛？哦，咁啊，布吉啊，梗好地方啦、啊。嗯。有人講廣東話，咁你好唔好啊？係咪好有親切感咧？係，特別你又話中意唱粵曲。嗯。啱啱啊？嗯。跟住又話包食宿添，仲穩陣啊！香港幾輪盡咯、啊，如果唔輪盡我都，因為嚟完布吉咧，我會再過英國一個時間。咁、英國再走去邊度咧？唔知。咁好啦，如果佢香港個疫情唔斷咧，我都唔翻香港住。而家香港隔離係幾多日啊？香港隔離21日啊嘛，好似14再加7。呢、這個都唔係問題，而係佢搞嗰啲咁嘅方心醫院啊，令到你心慌慌。咁佢又做漏咗招嘅。咩招咧？不論貧富貴賤都係捉你去心慌醫院嘛。咁你應該為我選擇㗎，譬如話有啲俾得起錢。你咪就安排啲隔離酒店，都冇所謂啦，主席啦，係嘛？好啦，而家我哋唔講佢香港個疫情先啦，因為香港疫情咧已經由中央政府啲專家嚟把關，亦都睇到問題嘅所在，變咗好多唔正常嘅嘢咧都糾正翻，呢、這個對香港人係非常好事嚟嘅，所以大家香港人咧要支持中央政府嘅施政，特別喺嗰個控疫嗰方面。但有一個問題咧，好嚴重。我哋第一個人觀點，呢只疫情咧冇死人嘅。你話喂唔係喎，都成日有死人喎、哦。咁究竟死嗰啲70、80歲，係咪真係係嘅肺炎引起死咧？佢已經係長期病患者噶啦嘛，有差唔多夠鐘死噶嘛，你唔可以入埋佢數噶嘛。咁此其一，此其二最重要咧，那個城市咧。充滿經濟動感的香港咧，佢哋真係要調整嘅。譬如話，你停曬外國啲飛機唔俾嚟香港，佢會轉去新加坡，轉去第二啲馬來西亞辦公啲地方咧，隔離14日，先可以再嚟香港。香港人翻嚟都要喺第度過冷河。咁你再翻到香港又再隔離14日，咁你啲生意都唔使做啦。所以好多外資公司咧，全部要走咧，佢錢穿插去新加坡去第啲地方，你係唔掂啊嘛？究竟你香港嘅決策人點解會諗啲咁嘅市橋，將佢變咗政治化咧？